走入社区送春联，学龙慈济志工分享静思语好话。希望他们能跟他们的顾客广结善缘，这样子。就今天的感受呢，就是非常的开心，因为觉得这一次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，能走入人群，让更多人认识慈济。追梦 ，OK， 祝福也送到独居长者家中，没有辜负殷殷期盼。当我们去到公公的家的时候，他已经是在楼下哦，在等候我们了。这一趟也包括法亲关怀。慈济志工吴金妹因为健康问题无法参加岁末祝福，志工贴心带来正年上人的福惠红包。旧年同今年冇去咯，唔记得，腰骨唔停得啊，唔敢去咯。今年多谢你哋又送力俾我，所以多啲出去出去人群啊，接触人啊，咁样我哋先同人哋结到好缘啊。有缘是一成。一个微笑，一句好话，人生广结善缘，才能多一份力，成就大好功德。大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报道。台湾的学生。